耶，他下来不到维修风。那怎么办？我怕你那个不行了。老火。我四个老婆呢。差点给我把锯子都砍了呢。切了完啥子没都？是噻。你做得快呀。那个要不到我顶。哈哈哈！哈。快点哈，哈你还弄不赢我哟。你那边穿起哈，来再把它。你在这儿，你这边扔扔干？这边好吧，那边烤哈不？哪里边？这边。好可以，家到弄开烤再烤。好弄开再弄来弄个，拿个锁锁捆一下儿行。等下我整地面来。好了不？也行嘞，就搞哈。这个做这个还往里头走点点儿。哎呀，嗯，还是挺好的，那种那么大，哎，还起不？还得起，上去了不？抽过去嘛，要不抽过去我们？对头。哎呀，哎，但是那儿还是让你锯安逸的。我那儿有点点歇歇噶。啊，有关系没得？哎，应该没关系。没关系。哎，好，哎，好嘞。在家都不弄了，直接。直接围到那哈儿好。对头。拉在那边。拉在，哦，拉在那点哈。嗯，对头。你那边要炫。我都说我们的宝宝矮了点啊，我说矮了没关系，因为你高头没事噻。好，都从这儿开始哈。对头。好，你先把你那个扩到那包那儿绑起来。来嘛。哎，都在那靠着。嗯。来装装好矮哟。这不我没事。这个头你看，其实多出来点没关系，晓不？
有关系没事，一下弄两块煤块能够，我再弄个竹竿竿，好吗？大不了能够撕一根不就行了？可以。你看，你要买三卷，这个怕一卷都够了。你那地没有？到地嘞。回家了哈，你饿不？有点饿。走，我去煮点面条吃。哦，那点啊，看起来很大，其实也不大。没事的。哦，空间还挺大的那里面。是啊。哦，都是那个的。这我们都绰绰有余。坐起来都得行的哈。啊。哈哈，出来吧，出来。嗯，再回家了，我遭不住了。哎呦，累死我了。好了，我们这个养鸡的这个就完工了，搞了我们两天多，三天嘞，第一天看棒棒，昨天搞那个看，今天都弄那些，哎，你是哪点？准备养20个土鸡，吃鸡蛋。你那个棒棒是不是不给那个放？